想做壮士来。爬行、侧行跟潜行一样，在行进的时候必须安静无声。所谓的爬行，就是以双手以及双膝着地，以爬的姿势缓缓前进。切记一点，双脚略提，不可接触地面。在前进的同时，以手向前摸索，掌握三点不动、一点动的原则，确认前方是安全的，才可以前进。刚才说什么？我在上课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班长好像贵宾狗，等级没那么高，土狗而已啦。还有呢？哇！你们两个出来！那么喜欢学？我现在给你时间叫，开始。班长好像贵宾狗，等级没那么高，土狗而已啦。大声一点。班长好像贵宾狗，等级没那么高，土狗而已啦。在笑什么？班长好像贵宾狗，等在笑就给他们一起叫。班长好像贵宾狗，等级没那么高，土狗而已啦。起立。爬。班长好像贵宾狗，等级没那么高，土狗而已啦。班长好像贵宾狗，等级没那么高，土狗而已啦。班长好像。接下来跟大家讲解侧行的要领，请各位注意听啊。所谓的侧行，班长好像贵宾狗，是卧倒时侧身着地。重心放在身体的左侧，左腿弯曲，右腿伸直，枪放腿上，用右脚左臂导引身体前进。接着利用地形与地物躲避敌军的侦察。示范，各位，让你们卧底。有。没有问题的话，各班大开练习。各位，班长刚才在示范的时候，还有人在那边吸呢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爬行的时候，你的膝盖确实的着地，但是你的小腿。还有你的脚尖，不要给我碰到地上。单手搜索，确定安全之后，慢慢向前移动。记住，三点不动，一点动的原则。还有，你们怎么一点电梯观念都没有？看地上干嘛？照镜子啊！小德基，屁股向上高是怎样？你卖屁股是不是啊？一
下地。快搞！那边，他们快干嘛？我一定要努力，才可以跟上大家。陈天斌，用心上课是好事，可是爬行呢，就是要动作放心，仔细搜索。像你刚刚这个样子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，他全脸也被敌人发现。待会操作的时候，动作尽量放轻，仔细搜索，确定安全之后慢慢前进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开始动作。对，班长。哎，也没那么慢呐、啊。脚有没有抬起来啊？不是机器人牛啊，讲一样做一样。你到底是要留下还是要离开啊？留下来。好做嘛。是。偷懒了。起胸膛 ，Fight again！ 用你的荣耀照亮全世界，执着是直到最后一秒，认为自己 Fight aga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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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ain。好。成功的尽头是一片草原，我想我很快能看见。你们三个动作暂停。哦，厉害呢哦！叫你们爬行还自动成为天兵纵队啊？三个动作还一致，你们干嘛？跳排舞啊？玩够了没？散开！高德基，你要抽一脚啊！先爬，脚抬高，看前面的，干什么你们啊？一起看前面啦！哎，后面的，看前面呐！这么往低的，阿高，累了的，啊？要帮你拿架单，我不用。干什么啊？爬起来！杨先生，叶大宏，动作很标准。叶大宏，爬那么快干嘛？下，我们债主的，一碗给你啊！不要离大家太远。爬起来，刘德忠。哎，我撑起来。肖德基。跑也不行，爬也不行，以后你出来出手推轮椅算了，跟来复健的一样。吴天亮，你翻条椅子，看你们两个爬的快中风了一样。赖虎，累了是不是啊？够狮子啊！撑起来。拖拖拖了满地都是油，你以为你在铺抹油啊？叶大同，叶大同，你枪给我好好拿。脚很痛啊。脚很痛，脚痛你怪我啊？叶大同，你枪再不好好拿。你那碗算了。叶大头，你再不好好爬，我拿零钱丢你啊！枪是这样拿的吗？你枪给我用好。我爬前面啊。到底会不会？不会啊。别班长。有。来，我叫你的天兵啊。是。
你先回寝室换装，换装完毕后到安坤庄等我。报告排长，我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成功岭？排长，可不可以不要带走陈天兵？排长，再给天兵一个机会嘛，虽然他刚刚表现得不好，但也是因为他没有跟我们一起上课啊！靠你好，你不用跟我卖供了。排长，刚天明表现得很好，可不可以让他留下来啊？对啊，排长，天明真的很喜欢当兵，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报告排长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陈天兵的事情交给排长来处理。陈天兵，动作。上次跟我说过，你刚进新训中心的时候，每天都很紧张，很怕被班长定。最近有比较好吗？
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更困扰？恁家己算看卖啦，自恁通知我到即阵时已经几工啊？哈？啊，新训嘛才37天尔，恁做代志遮尔啊熟哦，等该通知落来吼，我快新训嘛结束啊啦。国军做事情就是要讲求效率，啊，无是要来跟人打仗。陈太太，很抱歉啊，因为验退的手续哦，它过程比较麻烦，而且还要经过很多单位。不过我之前已经先打电话到营部去催了，我相信再过2天就会有消息了。哈，过两天？昨你跟我讲啊，讲过两天。今天我来问你啊，讲过两天。你根本就是在应付我嘛！啊，你们做代志吼，哪安尼拖拖刷刷哈？陈妈妈，昨天你离开部队的时候，陈天斌有跟我说，他还不想离开部队，因为他在这里交了很多好朋友。如果现在要他离开，他会舍不得。我希望陈妈妈可以听听陈天斌的意见。你别讲个遐好听啦，嘿，我有去查过啦。你吼、哦，就是进前甲一个阿兵哥吼，吵到死死昏昏去，迄个魔鬼排长啦，对无？嘿，咱阮后生吼，头壳都已经弄到老血老滴啊呢，哪阁继续吵落去吼？我看无死嘛半条命啦！陈妈妈，陈立明受伤绝对不是因为超客。我不爱甲恁遮讲啦，我要来去讲吼，金甲头有话讲啦。陈太太，你别着急啊，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一部分。这办会。天平，你以前的诊疗记录曾经说过自己没有朋友，很孤独。你现在还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昨天知道要验退了，就越来越感觉到孤单了。你刚才是说知道自己快要验退之后，所以在昨天之前，你并不会觉得自己没有朋友，对吗？对啊，我在成功里交到好多好朋友，虽然每天操课很累，但跟他们在一块真的很开心。所以你不会觉得当兵压力很大？不会啦，那是刚开始前两天啊，现在大家都混熟了，每天跟他们玩在一起啊，他们好好玩。不好意思啊。那营长，对不起，公文被我搞丢了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哦，啊，无恁这是什么两公部队哈？啊，啊，一张公文来塞到拍无去，不怪，不怪人讲哦，恁军纪涣散。陈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一时大意，耽误了陈天明宝贵的时间，我会尽我一切力量来弥补这个错误。你当家给他回信的回信100遍嘛无效啦。你若准这个有甚物弥补吼，你就今仔日给我摕到验退通知啊。可是还要重新写一份报告，需要一点时间，而且还要医务室重新做一份诊断书，我看可能没有这么快。这不是理由。你现在马上重做，今天5点半以前，我要看到公文送到旅部。是。陈太太，很抱歉，我旅部有个会要开，还有什么问题就请丁连长跟你说明。哦，安尼你准备落跑？哦哦哦哦，你走你走，我紧啦！我今仔日吼，若准无摕到公文哦，我就直接去找恁这指挥官啦。人伊叫我排星星哦。你这个三支军啊，若准看到伊吼，唔是干那立正站好，你阁会皮皮错啊？嘿，你看起来比恁迄个兄弟有较老呢。吼、哦，你可能是讲吵架吼，人去甲你申诉，互你想袂起你哦。陈太太，请坐。免遐好累啦。请喝茶。连长。妈，你好。好。刚才我带陈天兵去医院做复查，医官更改了之前的诊断报告，
认为陈天兵不可验退。这哪有可能？这是最新的诊断报告。医官认为陈天兵在入伍之后重度忧郁的情况有改善，所以更改了之前的诊断报告。陈妈妈，为了陈天兵好，你应该让他留下来继续受训才对。你是在讲什么瞎话哈？关在兵营营内底吼，啊，食也食袂饱，睏也睏袂好势，无自由，就搁爱出操，好好人当家吼，就好恁吵架会着刷。冬天的当家，哪有可能会过较好？陈妈妈，请你相信专业的判断。天兵也有跟医官说，他来到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每天也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轻松又没有压力。哼，这个后生哦，我自己生，我自己养的啦。伊的个性我知知的啦。哦，恁无甲我通知一下，就带伊去病院检查，谁知影恁是不是在创空啊？我要来外口吼，找别间大间病院，给别的医生重新检查啦。陈妈妈，如果要申请再复查，可以帮你办手续，但是陈天兵还是要先留下来继续受训。我不管啦，我今仔日哦，都要把我天天带回去啦。妈妈带你来回去。妈，我不爱啦，我要跟你回去啦。拄则伊讲所讲的哦，就是我心内所想的啦。其实我是真足快乐的。搁再讲，总有一天哦，我会离开你，跟你独立啊。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跟我大，你很痛苦吗？妈，我知影你足疼我的，自细汉拢甲顾条条，惊我寒，惊我热，惊我不倒腰。我伫学校读书哦，你逐工来甲看。我甲你讲同学代志，你竟然甲老师打小报告啦！啊，同学上课到讲话，你著打电话去骂人的妈妈。不过袂啊，全部人甲当作我是妖怪，无人要甲我做朋友啦。妈妈是惊你去被欺负啊，啊你个性这尼啊软弱，啊佫带着梦游这款镜头，你叫妈妈变哪袂烦恼啦？妈。其实囡仔大汉哦，你也是放手，互因家己去背啦。安尼，因才学会晓家己独立啦。即卖新训中心哦，甲以前差真济啦。啊，天气稍热，啊是落雨吼，我绝对袂互因出操。啊，陆武生若感觉身体袂爽快，我嘛叫因好困，绝对袂甲因勉强。这吼，你爱问陈天兵啊。妈，我来这几日工啊哦，因拢唔敢下早课，佫拢互我好困嘞。而且阮家哦，才拄啊装潢过，比好好宿舍吼，搁较清气，搁有冷气通好吹呢。我相信陈天兵在遮一定真舒适。有影才通讲呢。哦，讲到恁家，袂输那个夏令营嘞。我们这栋大楼呢，去年才全部重新装潢过，里面的设备啊都是最新的，而且你看哈、陈太太，你要不要进来参观一下？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你们注意看，这每一间浴室啊都有隔间，里面都有热水，跟20年前比起来哦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哦，安尼恁20年前唔着拢洗冷水？介遐急，阮听了因老爸较早做兵，逐天都嘛洗烧水。哎，陈太太，我看我带你去参观寝室好了，来这边请。我去来看麦啊。贴心嘛。设备都很新的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像在不了水哦。是。这边请。
陈太太，这边请。来，来，好，陈太太，这里哦就是陆生的寝室了。哎呦，恁家是困几十人啊？哎呦，把舅舅，好那热天唔得热死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这里有电风扇，有空调。李班长，把空调打开。是连长。陈太太，你看这里，这就是陈天兵他睡的地方了。哦，陈天兵，我躺在困的家。哎呦，这出来唔捌咧织棉被，讲织甲遐尼啊水啦，回厝跟他打呼咧。啊对，这陈天兵的班长，李班长。好，伯母。问天的嘞，包伯母，天兵先跟部队在一起，啊，在休息。哎，我刚买银来看麦，啊，可以，这边请。好好。春水叫寒，听我把春水叫寒，看我把绿叶吹寒，看我把绿叶吹寒，谁道秋下一心中，烟波绿叶一悠悠，总归是秋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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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春夜走，夏夜去，秋意浓，秋去冬来，内景不再莫叫好，春事匆匆，莫叫好，春事匆匆，莫叫好，春事匆匆。各位弟兄，旁边这位女士呢是陈天兵的妈妈，今天特地来参观我们连上的。陈妈妈好。天内，我们有个东西要送你。这里是啊，这是我们帮你做的毕业纪念册。你打开看，里面有很多祝福的话，还有我们的电话、email、Facebook。啊，你回去要记得加我们哦。谢谢大家。我今天有找医官复查，他跟我说我状况有改善，我可以不用验退了。你不用验退了？太绝了！可是我妈妈不放心啊，她还是要带我去复查，万一检查没过，我又要被验退了。安，你放心嘛，天兵在阮家，阮敢照顾。小姆，你就让天兵留落来，要不是若是搁起来爬爬走，阮该冲转来。抱着妈妈，请你放120个心，把陈天兵交给我们吧。我们连上所有的干部已经达成共识，晚上查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多加留意。陈妈妈，你可以放心，在查课的时候，我不会让陈天兵过度的训练。是啊，陈妈妈，陈天兵每个礼拜都会回医务所回诊，我们随时都会掌握他的最新状况。他在这里可以获得最好的照顾。
陈太太，有我们全联弟兄做保证，你真的可以放心把陈天兵交给我们。那安尼吼，阿伯，我卖阁找阮天天去复诊啦，阿天呢，就拜托恁多多照顾，多多照顾。想不到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扫地，好感动哦！好感动，那全部都给你扫就好了。哎，天兵，我刚才想到，你若是留下来，我们就全部都要再为你守夜，这样怎么睡得饱啦？是啊，睡不饱，面膜敷再多把包好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我每次都扫心团圆了。史俊，过来唱两句啊。听我把春水叫好，听我把春水叫好，听我把绿叶催花，听我把绿叶催花，听我把春水叫好，听我把春水叫好，听我把绿叶催花，听我把绿叶催花。演艺圈是很残酷的，淘汰速度很快，没有什么好难过的。哎呀，就看开一点嘛。凸显我们的好啊！对啊，扫地扫那么久，都吹呆了。对啊，忽然好想喝沙士，红沙冰啊，仙草蜜。哦，德斯布丁啊！我马上去买啊！这几天的天呢，没看我掌柜在那边啊。你现在说要去买饮料，马上啊被验退了。不会啦，我今晚不梦游啊，我做奇迹耶！视力不足买验退。大佬，你今晚有多瞎？哎，这群天兵到现在都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，都不晓得我们这些长官在后面奔走的辛苦啊。余班长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也有帮忙奔走？连长，要不是余班长提醒我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帮陈天兵。哇哦，原来最大的功臣是余班长，那我想王士官长应该会对你另眼相看哦。待会回到寝室的时候不需要帮我宣传，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低调一点。谢谢。低调也是对的，不管我们出了多少力，陈天斌是因为有这一班的弟兄感动了陈妈妈，要不然事情真闹到上面去啊，大家都有事。各位，今天啊，班长，你们想听我签落去啊？37天的新训都连要动不了啊，搁想要签落去，哪有像你讲的啊？对不吼？不会啊，像我就签下去的。报告班长，你太笨了啦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笨，而且还很聪明。签下去，不到4年就可以存到100万。很多，我跟你讲啦，我那是天我的办公室上班哦，
一年就100万了。假的？对嘛，真的。我女朋友老是念我，只想靠家里一点志气也没有，那我宁愿签下去给她看。哇，你怎么那么简单就被洗脑？你想看看，你如果签下去，你要一直待营区呢，那你要等到放假才跟女朋友见面，这样你也要？那也不一定哦。现在只要签志愿役，就可以选地区、选单位。有的单位啊，就跟公务员一样，可以天天回家，天天看到女朋友，天天孝顺父母。这种钱多事少、离家近的工作，你们说要去哪里找啊？班长，如果离家很近，把我爸爸肚子饿，可不可以一起到你去吃饭？那是不太方便，但是你可以送饭给他吃啊。这样听起来也不错呢。班长，刚刚讲的是以后的福利，不是现在的。好，有人问到重点了。只要各位现在就签下去，加入国军志愿役的行列，就可以开始不用操课了，还可以让你们在教室里面吹冷气、看书、喝饮料。哦，太爽了！这不是躺在度假？太气了，又要强吸引你了，浪费我们的钱车，你太可恶了！来，大家安静，有人发问，请问班长要怎样进入特战部队？特战部队有很多种种类，但是每一个单位都是要经过严格的体能训练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。这样吧，待会儿课后你来找我，我再详细的解释给你听，看你适合哪个单位。是，请坐。谢班长。这个说不定是台湾派的，晓得吗？大家看到黑板上的数字了，义务役士兵当满一年，你可以领到83603元。但是如果你是志愿役士兵，当满一年，你最多可以领到418070元。好，班长在这边再做最后一次的调查。现在有谁想要加入国军志愿役的行列？哇！哇！去哦！哎呀，快举手，我们一起去啊！对啦，可是我怕我妈会生气耶。不要怕啦，跟我们去就对了。快点啦！我见上牙手，啊，这摆经验真正这么歹着，啊，大家拢签落去啊？这当然啦，又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家里有个有钱的老爸，还是靠自己比较实在。各位手放下。刚才有举手的弟兄，下课之后来找我，班长会详细的告诉你们志愿役的细节。谢谢各位。这几个人一定又想要摸鱼，你放心啊，他们一定会摸到大白鲨。你来营部这么久，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。你老实说，陈天兵的验退公文到底在哪？报告营长，真的不见了。你还要继续凹？这件事我一直压下来，没有往上提报，是因为我信任我的部署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但是我的部署却不肯对我说实话，表示我这长官做得很失败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往上提报，连带我自行处分。对不起，是我把他压下来了。给我理由。我希望陈天兵可以留下来。你根本不是他连上长官，为什么要插手？没有人拜托你，我不相信你会主动关心这件事。是不是孙安邦拜托你？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道，真的是他。这个新来的排长，
上一次已经害丁连长跟督导道歉，现在又差点害我的政战官被记过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为什么你们都要随他起舞呢？我只是单纯的认为，一个入伍生想要留下来，我们就应该要帮助他。现在的入伍生每一个都想要逃避兵役，一个连就有二十几个想要延退。好不容易有一个想要留下来当兵的入伍生，我们不是更应该要帮助他吗？好了，这次家长不计较，我也就不追究。但是下不为例，谢谢营长。你先处理善后吧。是。排长，你特地跑来营部，又是为了陈天兵吗？不是，我是想跟你说声谢谢。为了我的事情，连累到你。这是我的疏忽啦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不用跟我道谢。你刚才跟营长的对话，我都听到。希望这杯咖啡能够代表我的感谢和歉意。对不起，我晚上不喝咖啡。你不要误会啦，我晚上真的不喝咖啡。事情已经过去啦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陈妈妈没有追究，营长也没有处分我啊。但是还是连累你被营长骂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看哪天你有空，早上我请你喝杯咖啡。喝营站的咖啡哦。孙排长，一直找不到你，原来跑这边约会啊？不是啊，我是来跟郑登坤说声谢谢。现在没事了，你们聊，我先离开了。是这么害羞吗？等一下啦，你什么时候跟孙排长去喝咖啡啊？不要帮助我，不想过。李肯清卫那天不是要去相亲吗？搞不好会遇到你的白马王子哦。别提了，我根本就不想去。可是如果我不去，放我妈鸽子，她一定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。不然，相亲那一天，你找一个人假扮你男朋友，然后把他带去，这样你妈以后应该不会乱帮你安排什么相亲了吧？哎，这个办法不错哎，可是要找谁去办啊？我看呐，那个于班长一定会非常乐意。拜托，成功领几千个男生，随便挑一个都比于善人还要好。也是啦。像那个罗刚的外形就比于善人撑头啊。不要转移话题，刚刚明明就是讲你跟孙排。音乐会的票我帮你买好了，拿去吧。可是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票，是在于我要怎么约他啊。这个我帮你想好了，我会跟孙排讲，我没空去，就把票让给他，这样你就可以顺理成章跟他去约会啊。都帮你想成这样了，够朋友了吧？
你们几个赶快坐下休息，身体不适马上反应。谢谢班长。谢谢班长。嗯。班长，你会不会觉得啊，这一批路虎真的很机车哎？怎样说？像我跟他们讲这个志愿役士官招募事情都没人鸟我，那你进去跟他们讲几声，大家就踊跃举手。现在是怎样？他们是以为签下去哦，是可以跟你一样帅哦。我看哦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可能会被调去国军人才招募中心哦。哎，话也不是这样讲嘛，谁叫你平常讲话那么机车？而且这跟外形没有关系啊。你看，虽然我长这样，但你长这样，但是都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嘛。对嘛，反正啊，只要技术签下去，不用操的杀手锏，绩效就会长红。你下次试试看。可是你会发现，那些自愿的都是一些天兵，那像这种体能好、表现好的，都没举手哎。而且我发现啊，那些天兵哦，好像都你们班比较多哎。不愧是天班哎。你屁啦！地球是你们班的啊？他还拉他的跟班举手哎。是讲哦。阿尼玛袂歹，你看，现在哦是两班变一班呐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带一工，我带一工，你轻松，我轻松，全世界拢轻松。哎呀，安尼介轻松的哈。嗯，这种话你现在都敢讲啊？不愧是带退弟兄哎，心脏大颗。王班长，你过奖了。我心脏再大颗啊，有没有现在中山市那些天兵大颗？嗯，哎呦，难得谦虚哦。哎呦个屁啊！你看这个罗刚啊，跟杨海生，动作标准，体能又好，这种人就应该签志愿役。我是觉得杨海生还不错啦，嗯，但是那个罗刚哦，他如果签下去，最快也要三年五年才有我一半的功力啊。哦，哎，你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？身体不是立即反应啊。腿神战斗蹲姿，叫你动作最慢，这样就累了。再跑一次，叫你动了吗？动作。跑哪里呀？我看，明天就放肯亲假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操，这么累，当然回家休息啊。那你可以拨个时间来看妈妈，妈很想你。我没有时间，我去探我爸的监。探监花不了多少时间，你拨点时间出来，我不会耽误你太久。你一直叫我去看你妈，你怎么不来看我爸？他不是我爸，我也不稀罕有这种爸爸。那就对了，我也不希望有这种妈妈。小刚，够了，我说了我没有时间，我也不会去。志愿要考智力测验，你们不念书吗？不用了，我们智商超过180了。我们其实没有要考试啊。那你们干嘛报名？因为啊，可以不用出操。那你们不要吵啊，念书啊。
慢一点。要袂食饭，当然嘛枵。唱歌也歹听，明仔去唱哟。佮想要参加甚物比赛啊？根本就是制造噪音，地球公害。海姐，静姐，啊，你唱歌是足环保哟。这对是节能减碳呐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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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要你们准备志愿役考试的，不是要在那边唱歌玩耍看电视的。你们几个，好，还有你，去前面罚站，快点。石爵，你真的要当志愿役啊？报告连长，是加入特战部队，成为一个英勇的军人，一直都是我的梦想。嗯，你这么有决心啊，一定办得到。我相信你爸爸知道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还没跟我爸说，但之后我会跟他讲。好。哎，我们到底要站到什么时候？国父说可以走才可以走。安全。梁好。王班长。哟，你身为执行班长，不是把陆武生丢在中山市就没事嘞？你知道刚刚他们在干什么吗？报告，不知道。他们在唱歌、看电视、嬉嬉闹闹，搞什么名堂啊？这成何体统啊？我告诉你啊。而后不准这些陆生再到中山市来看书了，给他们方便，给我当随便，就算是自愿意也应该跟大家一起出操嘛，尤其是这几个，给我加倍操练。志良，子俊，坐。谢连长。你们这几个体力很好啊，挖洞给我跳，我马上就为各位好好安排，让你们宣泄过多的体力。我给各位方便啊，你们当随便，叫你们在中山市念书，你们给我练团，练团就算了，还给我嬉闹，没有规矩，乱七八糟。你们这些啊，以叶大同为首的天兵集团，班长问你们，老实的回答我，你们有病是不是？带了这么多天兵，叫你们兵来对策，所有人听班长口令，在前攻后箭之势，将枪置于你的左胸前，开始动作，
左脚向下弯，右脚打直，把你的重心落你的左脚上。干什么你们啊？你们看，我说的没错，他病了这一招，已经开始左右不分了。笑什么？莫名其妙！你们再添一点嘛。班长现在跟各位玩一个游戏，叫做打老鹰。待会儿会下指示给你们。如果天上飞过了三只老鹰，你们就假装把它射击下来。一只老鹰打打打，两只老鹰打打打，三只老鹰打打打。了不了解？了解。你快死掉的！那班长，你的老鹰放哪里？就跟你说假装啦。有，班长刚刚看到十只飞过去，现在开始打。一只老鹰打打打，两只老鹰打打打，三只老鹰打打打。什么？还要练团啊？练核酸啊？班长好酸哦！酸？哪里酸？酸！班长也酸啊，是心啊，天兵！走，离开江托，江托离开身体，走，再离开江托。史特龙啊，重不重？重。嗯，很重。拿。渴不渴啊？渴。想不想喝水啊？想。好，打完下一批老鹰。我叫是讲真正爱国，签字愿意。老鹰又来了。摸鱼嘛。我都买山了哦。快打！一只老鹰打打打，两只老鹰打打打，三只老鹰打打打，四只老鹰打打打，五只老鹰打打打。再加五百只，总共1500只了。从头打，一只老鹰打打打，两只老鹰打打打，三只老鹰打打打。等你啊 ，OK。四只老鹰打打打，五只老鹰打打打，六只老鹰打打打。举高哦。七只老鹰打打打。王班长。是。班长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讲啊？对，很重要的事。你后天中午有空吗？我后天中午啊，我本来打算留营，但是也可以外出。怎么样？你要约我啊？不会吧？你真的要约我啊？不是啦，我后天中午有个相亲，我想请你，拜托你，假扮我的男朋友。我当你男朋友？小声一点啦。我后天有事哎。你不是说你后天可以外出的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些业务没有处理完，然后你可以找别人啊。找他，他一定有空啊！干什么啊？啊！来点会了好不好？妹子在后面摸鱼有没有抓到？冲数！找他，找他，我不如找连长。哎，村长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找连长，连长一定不会去的。你找他，他逃兵都会去，约十次，逃十次。十次老鹰打打打，十一次老鹰打打。为什么你是看士官长啊？我哪里是看士官长？我在看我的部队，关心你们。莫名其妙！举高，该数啊！十只老鹰打打打，十一只老鹰打打打。废话不要那么多，一句话，
去不去？报师班长，后天我有事。没义气。我不是变态狂，我今天这样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，让你们锻炼出强壮的体格，等到你们有强壮体格的时候，就可以纵横情场，所向无敌，了不了解啊？李班长教育阿兵哥的样子越来越有架势了哦，已经快要到连长那个不怒而威的境界，难怪士官长对你刮目相看，一直在注意。班长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会在这里做班长，也是因为想要虏获他的芳心。当然了，继续保持啊！正所谓行百里路半九十，唯有坚持，才不会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叫，给够没？干嘛？我举高啊！我在偷看你了。他在哪里？四点钟方向。Thank you, no key。看到了，应该蛮有机会的。王班长，冒昧请教一下，司令长刚跟你聊什么？哎，不要说请教，我正要跟你报告。他刚刚问我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喝什么？喜欢玩什么？反正呢。Q 是善人 ，A 也是善人，都是问你。就是五只老鹰打打打，就是六只老鹰打打打。所有人听口令，加枪，双手活动，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开始。谢谢四老鹰打。那士官长，我那天有事。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哎，我平常还蛮罩你的啊，你想办法把事情排开嘛。真的没办法啦，余班长应该有空，还是我帮你问他。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叫我去找他？我王胜的行情没那么差。石班长，那个，请问哦，我后天没有空，不好意思啊。现在是怎样啊？是全年都知道我要去相亲了吗？我想连我都知道，应该是全年都知道了。我找你不是为了相亲的事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音乐会的票。我后天有事啊，我没空去。哦。这不会是另外一场相亲吧？不是，是其他的事。孙排长，不要再跟我说相亲的事嘛。那你可以把这张票送给碧莹或者是邱医官啊。他们都有事啊。我听碧莹说你好像对音乐蛮有研究的，所以我才想说要送给你啊。也说不上什么研究啦。但是这张票应该不便宜吧？价钱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音乐会就是要让懂得音乐的人去听，这样才有意思啊。那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跟你买。不用啦，就说要送给你啊，怎么那么啰嗦啊？那怎么好意思啊？那就等你的好消息哦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意思是说，如果好听的话记得告诉我。哦，没问题。
那谢谢了，不客气。你再考虑一下啦。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啊？是啊，因为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就我们上次讲的那件事啊，你知道的嘛？哦，上次哪件事啊？回宿舍再说。你干嘛用那个眼神看我？听说你要相亲了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没有啊，刚才郑教官跟我讲说，叫我死了这条心啊。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碧莹刚跟你讲什么？既然你当去相亲了，就别再问了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想知道吗？如果知道了，你会不会就不去相亲了？长官私事不用你鸡婆。休长再见。需要袋子吗？八十。来，谢谢。嗯，把你的鸡奶妹带回去，那我就睡觉了。快点！来结账。来，谢谢。我看一下，这些都要。等一下哦。不用找。哎，不。不，不爽，还是休的啊？休。看吧，我没骗你哦。他现在一定在找。今天周刊上面哦，有没有他女朋友的绯闻啊？哎呦，你不会早点跟我说？不是啊，我喜欢顾虑我朋友的感受嘛。哎，我这个人哦，没有什么缺点，就是太重情重义了。今天如果不是在军中，不要说是十本，就算是一千本、一万本，甚至买下台湾所有杂志，我已经再都不会查一下。好，你最伟大型了吧？先交给你了。玉婷，我谈到该说一下你故，就是怕你再伤害到口哎。是没道理啊，看起来那么聪明伶俐，连我的眼色都不会看，还把那个杂志拿出来给口伟看，伤害到他。我不知道嘛，对不起啊。徐连共啊，不知者无罪，啊，不过恋爱者不仅仅伤害到口哎，也伤害到我幼小脆弱的心灵。不然你想怎么样？肯定家那天你有空吗？啊？你好歹要陪我吃个饭、逛个街或看个电影什么的，好弥补我受伤的心灵啊！你肯定假不用陪女朋友？我们起来共鬼，我没有女朋友啊！是现在没有还是以前没有啊？不管是过去、现在都没有，就算是未来，也只有 only you。王力有啊，只有你。嗯，碧莹小姐，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总要跟我说一声吧。啊，你马在我今麦在这边啊，啊，当时被集合了，我们怎样？嗯，好啊，我答应你。不见不散。拜拜。多谢你，连生排长。不客气。哎呦。
孙排长，人水做路哦，都算讲是天顶的仙桃，麻烦看会到啦哈。哎，有啦，孙排长，啊，明仔在恳亲会了，你有要去做约会不？没有约会啦，刚来成功岭，公玩很多，所以没时间出去。啊，安尼有人会出死亡的哦。红姐，我想问你，你喜欢听音乐吗？哦，我哭了死！像我这样有气质的人，从小我就在音乐的熏陶中成长，绝对不如啦吼，啊不如卖写在，哎呀，我就好笑诶，当初不如卖写在。红姐，我是想问你哦，后天有空吗？你要约哦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我这边哦，刚好有一张音乐会的票，如果你后天有空的话，我可以把它送给你。哦。郭哥，想喝鸡汤，跟我干妈说我爱你就好了，不用排队买票啊。白龙，啊，你安尼讲个唔对啊，人孙排长呐，想要啉鸡汤哦，吼，伊随时讲，我随时煮给你啦。干妈，你好偏心哦。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像叫人吼孙排长，谁说比你更加缘投？啊，大头也没有比我帅啊，为什么还要鸡汤喝？哎，有囝嘞。哦，不是你干儿子。啊，好啦，你两个人卖差了，没有看到我在跟孙排长谈情说爱哦。去边啊，卖乱。哦，以后叫排长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？红姐，那你有兴趣吗？是讲安尼啦，孙排长，这个音乐会吼，我们都爱找你女朋友去才有 feel。是 feel 啦。赶快啦。红姐，我没有女朋友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谁说叫你英俊挺拔又这么 man 呢？那我可能没有女朋友，都算讲没有女朋友，我垮上了猎人嘛一堆，没有一连又一排吧？有，我看过排长，有跟郑长官，还有新来的一官在约会呢。红姐，你不要听他们两个乱讲啊。哦。红姐，如果你没有兴趣，没有关系啦。哎呦，别安尼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买卖无彩这张票，你看你介意上吼，啊你就约他去，啊再买一张票跟他一起去听，啊你唔就有 feel， 卖点点，干来遐无子生子并拢，三不五时哦，买你侬我侬一个，知不？哎呦，卖考虑啦，你若是无时间买票，我替你买就好啊。啊不过你到时阵还唔想去哦，你都要甲我讲呢，哈？来来来，那红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给你哈。迎接胜利的第一站。休息够我就知道，大同，拜个给你了。今天大家都累了，那是你们。我现在可是精神奕奕，活力充沛。哈哈哈！你休息那么多天都不用操课，当然很有精神了。还不是嘞，我后面都有跟上进度哎，而且排长啊还帮我做特训，我现在可是有二头肌的 muscle man。部长，哈！喝鸡汤还不是累个半死？我是不是有偷吃什么大力丸？噔噔，还是你聪明，大家都是好兄弟。我都吃这个运功散，我爸妈寄给我的哦。哇，你就是当兵当到现在都还不对我的那个阿兵哥。
妈，我替你啦，我载你加油啊！我很快就在中区的时阵拢去好啊。哦，你放假时阵去等来哦。好啦，好啦。哈哈，不用退伍了。好啊，你们不吃，我省下来。陈天兵啊，真的有那么神吗？当然了，你没看到我现在这么有精神？哦，那你给我吃一点报啊？不要嘞，我试试看嘛。不要，你们刚刚笑我才不要嘞。点嘛，不要乱拿了。哎，这一点没关系。牛奶喝完了。哎呀，啊，我叫文公善呐、啊，我今日看你操课的时阵吼，我去弄丢了。我听说文公善吼，地来上足好诶，佮会当气象解运诶。好哩，只管对伊来。好啦，阿妈好爱啊。阿妈就是要互你食诶，我袂用摕啦。哎呦，我遐早都一罐啊啦。唔是啦，我是讲哦，我阿妈记忆无好啦。袂记我还阁有一罐，阁寄一罐来。你先摕吼，我去摕水啦吼。这给你，我不需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我这里还有一罐，妈寄了两罐，那就更不需要了。这是妈特别准备给你的。到恁家啦！恁厝寄来吼，足感心的啦。安尼，即款就可以了吼。好啦。想做壮士来。